陈奇，是那个，不用你管，现在说什么已经来不及了。哦。啊！不哄就不哄，恭喜你恢复单身。干啥呀？你爱干嘛干嘛去，以后没人管你了，你就自己打打台球，你看看电影，你再上上网，你再唱唱歌。虽然那些听起来不错，但以后这个家没有我就没有人给你洗衣服，没人给你做饭，你就吃那些垃圾食品，什么麻辣烫啊、小龙虾呀、火锅什么的，你就也没替你管钱，你就乱花钱，买华子、买衣服、再吃壁炉，其实我家里没啥事，这衣服回家洗洗就好了。好了，不生气了。你挺开玩笑的。